我有个朋友的小孩最近变得怪怪的，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识了。老先生，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？看是你的小孩吧。当亲生儿子变成陌生人，陈，哎，我们吃点东西好不好？爸，我觉得川怪怪的。你找我？你是谁？我看这身体空着，我就住进来了。是谁？ 住进他的身体。你说那个漂泊的灵魂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还想问你，引来一连串失控杀机。张孝全全新尺度大突破，王宇，好像在哪里？勇夺台北电影奖最佳男主角，囊括金马奖5项大奖提名，《失魂》就在星味HD电影台。